我们就只有这些东西了，煎个火腿肠，煎个鸡蛋，然后给他们吃点面包，弄一杯热牛奶就可以了。我们只有这么多。哎，这两鸡蛋是没人吃是吗？那两鸡蛋我们一会儿煎了吃吧。我来吧。你会煎吗？会啊。好了，看看你煎鸡蛋的水平，交给我吧。PF 煎蛋。哇哇，好有成就感啊！我第一次煎这种蛋，我觉得我要成功了。是吧？温泉蛋，你吃那种硫磺蛋吗？我都可以。你做什么我都吃，你做什么我都吃。爱你没道理。太有成就感了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哇，原来做饭这么有成就感。是吧？哇 ，unbelievable。我觉得他们不来，我们俩可以吃饭了，宝贝儿。嗯，来，你说要不要给他们煎几个蛋？我们还有蛋吗？没有了，我们蛋进，两血，但是蛋真的进了哈，蛋进了啊，真的是蛋进。走，宝贝儿，我们俩吃饭去走。吃饭。那些给他们吃，这个我们俩吃。我的硫磺蛋。我去看，我去叫他们起，看他们起不起来。